今年特优暨资深里长表扬大会共表扬91位特优里长及62位资深里长，另外还有15位获得内政部全国特优里长殊荣，分别一一上台从高上陈其迈手中接过奖状。陈其迈也由衷感谢各地里长的长期市政支持与协助。那事实上，里长的工作其实是比市长还难当哦，越来越专业哦。那各项的这个功夫什么都要哦，那可以说是很辛苦的工作了哦，所以真的要非常感谢我们所有的里长伯哈、哦、里长妈哦，能够照顾社区守护市民的安全。民搞我的帮展，咱伫迄个环境的啦、建设的啦各方面，咱拢做甲真好，因为里民的帮展。我里长今仔有才调，过来这个所在领到特优里长，这是我的第三届，我真正足感心咱的里民的合作。自从87年做船长到今仔嘛，20几冬啊，而且20几中间呢，嘛是做到好安尼百姓甲政府的肯定，所以今年度呢，看来。去选我的代表，内政部较来得到这个特优的里长，就是呢，而且嘛是我做里长为民服务的功劳，啊嘛有百姓的收听，靠我今日的成就，所以而且非常感谢里民对我的疼爱。讲开，足侪人向往要做一个里长，但是做了咱才讲，你必须要面对所有里民一切诉求，你要替人民传达民的心声，上达天听。当然，里长的能力有限，啊，阮尽力而为，能力所及，会当哦服务到每一个里民。当然，无法当面面俱到，但是尽量济人而乐，少人嫌，这就是感觉讲，家己感觉心安理得。在表扬大会上，高尚陈其迈宣布，在立法院通过修法，明年也会针对里长未捞年终奖金1.5个月，平均每个里长可以领到约7.5万元，是不是也会持续作为里长后盾，编组预算，体恤里长？那我们从明年也会再增加在年终奖金1.5个月的这个部分，那每个里长。可以领到7.5万元啊、哦！啊，不要说以前每次到过年的时候呢，那里长大家都以前都看着别人的年终奖金啊、哦，那这一次也要特别感谢我们立法院啊、哦、通过修法，那我们市政府也会编足预算啊、哦、来体恤我们里长的辛劳。是否期盼透过表扬活动，感谢他们协助推动施政，也能推广里长服务事迹，让社会充满爱与包容的正向能量？记者周正宇报道。